哦，让你看起来不只是稳，让你玩起来也稳稳稳啊，稳稳稳啊，稳稳稳啊，妥妥妥啊，稳稳又妥妥啊，又稳又妥啊，就是这一关啦、啊。这哎，右下角没消到。干，我喉咙痛。无啦，节目效果啦，怕大家对不？大家都要看一下老马，所以对了对了，林老师卡位，我刚是不是少消一组、哦？我看右下少一颗弧。好，来再示范一次哦。哦，刚才当作没看到、哦。好、哦，第一关哈、哦，应该各位解释一下，靠北刚都听过。哦，火柱消光光，做火柱全体，等一下一二十。对 啊， 啊对啦，我做到全体，我也可以再多弄一组出来啦。我少消属性是不是？我少消属性是不是？我真的没注意到。我刚少消吗？不是吧？哦，流星哦，流星哦。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这时候要消好几康哦，哎，属性都有到嘛？那应该是少消一组火，不过少消一组火，我觉得威力也不够哎。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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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哎，大大的这个哈、哦，对，大大的哈、哦，这个靠，没这火就是很消而已。哦，刚刚是。对了，我只是试水，我不试你们怎么知道热不热嘞？啊，你们掉，掉不掉？哎，有啊，试一下水温才能知道热不热啊。哦，来来来，我嘞，靠大嘴干，那我嘞疼，刚才嗨嗨叫，我喉咙会爆炸。哦，留一组。少消一除我，我觉得小招一除多少有差啦，因为天降下来又不一样。哦，没关系，稳稳妥妥的，我们一样啊、哦，稳稳妥妥的。哦，消五颗哦。哎，哇，大家都说稳嘛，这稳的。那个刚刚是要试水温啊，试水温，对对，平民百姓试水温。好了，够了，好嘞。他打一万多，赶着火柱消一组就好了。哦，还是一样啊，保持满血状态啊哈。哎，忘不掉。哦，血满满的就妥妥哦，满满就妥妥哦。哦，嘎急着会哦，急着会。哦，这样会多生一颗哦。火红帽，对，就我只是随便塞而已。随便塞啊，就是转属吧，来一只转属，对，来一只转属。哦，哎呀，还有五维尔嘛 ，OK 了，就是刚看了一下，我可能打太大力了，这次给他一点点机会了，好、哦，我们给他一点点机会。哦，消一组大的，好不好？OK 啦齁、哦、是嘛 OK 啦啊妥妥哦补大力一点哦补大力一点哦下一关你需要血所以这时候要补大力一点哦哦哎哎哈嘛哈哎哎哈哈哦，手枪八七零天降啊，对啊，
哦，妥妥嘛！你看我那个，哎、欸，我这个阿布呀，没有那个嘞，哎、欸，没有哪个、啊，没有那个啊，那个没有生活啊，我阿布一波生活啊。好调皮是吧？还好了，还好了，刚刚好而已。我是觉得他比我调皮，哎，他对对对，我就是讲他，对他比我调皮。两回合，看，我认为先要留火烛，我认为先要留，就先叠猪就好了，先叠猪。他打七千多而已啊，哎不丢嘞，打七千多你要补哎，应该是没有天降他丢了哦，哦也不用太担心天降了。说实在话，也不用太担心天降了，因为天降这样威力会被吃掉了，大概是这样了。天降威力会被吃掉。好、哦，那下面做了一个叠珠，基本上是一个很蠢的动作，哎、欸，对，那是不小心的。哎，有没有？有没有？哎，哎，哎，靠背啊，什么珠都不能消哎、欸，你只能消新珠哎、欸，那就消新珠啊，你就消新珠啊。啊，叠珠，我们先叠好珠哦。哦，这次就不会让刚刚的意外再次发生了哈、哦。哦，等一下。召开，召开！我看一下，我恁老苏卡后他追叫一组、两组、三一三、三二六、三九三十二，开放投票，他妈的，不开机，不开机哦，不开机哦，不开机哦，现在不开了，就这样哦。一带走，二 GG， 哎、欸，为什么两个都很棒？不管怎么玩，不管我怎么玩，看起来就很棒。一带走，二 GG， 机选当然会编人啊。当然会编啊，不然叫机器人干嘛？一带走二 GG， 碧女回来很伤心到哭。碧女怎么会很伤心？碧女应该是很 happy 的、啊。一带走二 GG， 是可以开龙哥啦，但是我就不开。哎、欸，对，这是一个啊，坚持，坚持，对嘛？一得丢啊，一得丢啊。在我的手上，我也不知道。伊就对了，伊就对了。好、哦，自己注意一下秒数哦。嘿嘿，伊就对了。我看麦，金能杀喜哥，一二三四五六，二四六八，还不过。再来个天降！我炸到你脸歪掉！哇，刚刚好的呀，刚刚好的呀！嗯，哦，夜明已经通关了，漂亮漂亮！抓克数嘞，对不对啊？没有血，我先给他一波好了。他是会双重延伸哦，记得哦，会延伸的哦。所以这个。哎呦喂啊！哎呦喂啊！
哎呦，这口塞45度角转的不错了呀，平民百姓哈。全程通关，一次两成就，不错不错，大家都已经啊以非常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通关，下次可以慢一点点，你要等我一下。嗯，八颗呢？队伍怎么七八？在我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很七八的队伍，八颗哦。我想一下，这一只我是乱带的，基本上他转掉一个属性也没有比较好了。哦，但是他有真伤，就算转掉一个属性，他有真伤，所以还是比较强。CD 二双重延伸，不妙。有没有？你看，全解的，看到没有？我说这边观众都一挡百没五烂，直接全解啦！这关卡真的不难啊，对不对？怎么有七下十一呢？搞什么鬼啊？嗯，我现在有点犹豫啊。哎，我刚几组啊？我刚几组？看一下。是这一只，我刚几组啊？有人刚看有看到吗？开一个八封有点浪费，因为现在大概只有剩150万而已。我看一下好了，八 combo 五颗，妥妥啦，妥妥了，应该血量差一点点到一半嘛，所以你要两组四，然后八 combo 就过了。哎，448 combo， 哎，干有点难嘞。现在就要接受烈火的焚烧了，各位。干，一定要这样烧吗？可不可以不烧啊？我靠！烈火焚烧，哦耶！这样有没有八钢宝？一二三，二四五。哎，再一个 ！Oh my god！ 一个补，我操，很差劲。因为刚是八钢宝啊。啊。节目效果啦，嘿啦，哪有那么紧张？没有了，没有了，没有那么紧张了。嗯，开始妥妥了吼，虽然讲看不下有目睭模糊啊，目睭模糊呢，有没有木啊？水哪里有水？哪里有水？有这边有水，这边有水。火，按。哎，阿够我，什么都是按的、啊。阿这啥？看无啦，呆，上乌啊，太黑了，靠，看不清楚。第二嘛 ，OK 的啦，关掉，哎，因为下一关附加消除哦，没有火肥婆，用挤的把它挤掉，就是你在第二关把它挤掉，挤掉之后后面再除回来啊，就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挤得掉了也除得回来了，因为你现在看到我现在就要除气了，只是怕你把它轰掉，倒是真的。不是怕你没办法除，是怕你把它轰掉。那八风你还怕没办法除气，对不？就
就怕你威力太大而已啊。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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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的木的木的，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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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水水水水水，缺水缺水，按的按的按的，按的按的按的，按的活的活的活的，心留下来啊，心我留留留我留心啊，哎，我留心哎、欸。妈呀！哎，帮我整理好了，他那边下面那一排都不用转，什么鬼啊？我靠背啊！有生意主心，哎，干珠子看不清楚哎，哎，心啊心啊，火，这火会不会太多了？欸、不要这样欺负我的死！我在跨博现在屋呢。暗的，水暗的，啊暗的啊，少一组暗的。哎、欸，带走了嘛，简单啦 ，easy 哎、欸，干单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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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这边有个主机啊，呀，这边有个主机啊。只是你那个不能断心哦，哎、欸，我想一下吼、哦，先补一下回合。哎、欸，啊，火无开，靠背啊！哦，这个技术属于比较高难度的、哦，这个技术不要学哦，哎、欸，这个不要学，哎、欸，叔叔有练过，小朋友不要学哈、哦。给他多一坑了哈，开埃及炸板的，嗯，这是600多万了哈，那就是，我想一下，不太需要考虑，我个人是认为是，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不太需要考虑，真的，考虑太浪费时间了。还是妥妥啦齁，啊撇了撇了，哦不不不不天哦哦哦，节目效果啊，刚才跟我讲绝对跟进之我要活下来，看到没有？没看过吧？没看过吧？百姓玩了神魔之塔3年，从头到尾开台开到现在，绝对跟进第一次活下来就是这一局啦。哎，我故意的啊？不相信？干，我自己也不太相信，怎么会活得下来？哦，哎、欸，真的会内伤，真的会内伤。刚刚真的那个心脏整个差点停掉，我跟你讲。哦，漂亮啊、哦，漂亮啊、哦，哎哎哎，节目效果啦，哎，开玩笑，剪精华，剪精华。不，什么两滴乱讲，哎，鬼拖拉窟窿喷出来啊！16325，这边也可以磨了，这边应该也是可以磨。
没打死都说节目效果，不是都这样吗？啊，其实打死也是节目效果。Let me think， 我想一下哈。关，磨，这边就是磨了。我要让最后一关顺顺的打哈，所以这关就是磨。哦，它是 CD 2啦，所以稳稳妥妥的。哦，流星珠。武康博，我笑武康博。哦，没死，你就再笑一次武康博，基本上就是这样 的一个氛围。哎，两康博。哎，好，别那波康博。三康博。哎。一二三四，哈，再一个，再康，再康。好，靠腰哎，怎么那么大？啊，算了。真的，两只八崩各碾一只，刚刚好，没错，同一颗前面已经帮我们破梗了哈。不过这个梗应该大家都看得出来，所以我是觉得没差了哈。哎，是不是？是不是轻松自在又惬意？是不是？哎 ，easy， 哎，而是怕你把它干掉，倒是真的啦。对，是怕你把它干掉。我的新珠塞有点多到一个，有点扯哎。算了，就给他扯吧。哦，我出小小呀，我出小小哎。哎，五 combo， 哎，千万不要忘记，我差点忘记了。哦，想要骂我啊？骂都没有啊，骂都没有啊。四康，哦，错姐，五康哦，记得五康哦，因为我没有去算，哎，所以你就是五康了。我队伍当中，哎，那只小红帽是魔的吗？忘记了，应该是啊。靠北，那个火珠没，那水珠没消到。五康哦，一康、两康、三康、四康、五康奖，我算不对吧？一二三四，哎，怎么少一康啊？少一康哎，多哎。少一康哎、欸，让你留。一二三四，哎，怎么多一康啊？谁冲啊？五康是什么？咒术是五康宝，五康宝。哎呀，还两回合 ，OK 了 ，OK 了，大力给他吹下去，大力的，不用客气，不要给我面子，千万不要给我面子，千万不要给我面子。哎，给我面子就瞧不起他了，不用给我面子。有没有大力捶下去，它也不会痛，有没有？欸、你刚才有大力吗？有，我蛮大力的、欸。干，我现在有点紧张哎，我看到血量有点紧绷。哦，这个，那个，哎，水靠背啊，缺珠缺的严重哎。我想一下，炸，这么早就用啊？不用，我要死了。乌龟嘞。痛啊！没有，每次在关键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紧张，你知道吗？这就是人性啊！
管过去。493万6520。这个我不打算关了，对我来讲没意义。开，我想一下哦，490万。等一下，490万打得过去吗？这等于是500万哎、欸！我刚是在哪边开八峰的、啊？我刚是600万这边开的嘛？对啊，才顶多500万哎、欸！不是两秒啦，缩时两秒啊，缩时两秒啊！紧张什么？紧张什么？不要紧张啊！我改变一下战术。1.8倍，直接缺一鼠，我直接让他缺一鼠。战术啊，各位，这叫做战术啊，各位，战术、啊。不用紧张啦，那是缩时啊，不用紧张啦。我们一转下去，马上秒数掉下去，有没有 ？OK 啦 ，OK 啦，妥妥妥妥。哦，战术哦，战术性开技哦，知道吗？这叫战术性开技哦。扫墓而已啊，一点点而已啊！给他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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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一波七，我们来接受这个啊，最后一波了哈，送他一个舒服 ，OK。刷到啊！他那边的肥婆都开不下去，开下去，开下去，一波气刷过去。注意看啊、哦、，Take a look at 哦，我知道啦，不能手消嘛 ，Demon。OK 啦，没有问题啦，平民百姓这一次就不老马啦，是不是？做一个高级叠珠啊，高级一点的高级叠珠，看好、哦，看好那个水珠哦。GG 没有 GG 啦，八 combo OK 啊。开玩笑，我这次超谨慎的好不好？对啊，明天要出去要小心一点。叠珠啦，开玩笑，欧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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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哦，一波气干得好，啊、漂亮的一波气，漂亮，漂亮，左下角，怎么做啊？哎，如果觉得影片我的影片不错的话，请记得点个喜欢，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请记得。按订阅，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我不管，我不管。记得要分享，我是平民百姓，下次见，拜拜。